那么这四十张卡呢，再加上之前的我们抽了那么多奥特曼的卡，我准备抽一个小伙伴，全部的把这一打卡，这么一打都送给那个小伙伴。所以想要得到的朋友们，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，留言哦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，今天我们又要来抽奥特曼的卡片了。看一下这个包装上写了什么，这个奥特曼盲盒必中满天星卡，高几率稀有 GPSP 周年纪念绝版卡。我的天，一共四张啊！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。首先呢，是一张好评返现两元卡，又省了两块钱。但是这个卡好像从来都没有返现过。这个卡片特别的便宜，只需要9.9元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每一张都看一下，到底能不能9.9元中满天星的卡。一张，哎，是个怪兽，这个怪兽只是一张普通的，再不能普通的二卡。第二张，这是个蝙蝠战斧，哎，这又是一张普通的二卡。这是一个哥斯拉王，这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二卡。这是张二卡阿古卢奥特曼，这个奥特曼我还是从来没有看见过。他一个蓝色的皮肤，长得也不怎么样。戴拿奥特曼二卡，这是一个怪兽，也是一张二卡。这是一个海马吧？你看他这个鼻子，又二卡来喽！哇哇哇哇哇！看到没有？这个奥特曼眼睛特别的 3D 啊！这是一个盖亚奥特曼，这个二卡还可以哦。来一张 S 二卡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只龙盾？只龙盾大龙虾吧？这是应该一个是个龙虾的怪兽啊，应该看着也是挺好吃的样子。二卡，二卡赛罗奥特曼，还是张二卡，有点伤啊。二卡，二卡，二卡，一共有40张。我们现在拆了有1/3，只出了一张 S 二卡，二卡 ，S 二卡赛罗奥特曼，只出了一张 U 二卡是最值钱的，然后这些 S 二卡也是很普通。双头鸡，这是一个怪兽，你看两个鸡头，哦 ，S 二卡都有，哇，这个有点厉害啊，虽然是个怪兽，跟奥特曼的 PK 图啊，黑之王的祝福，二卡又是张二卡，又是张二卡，火焰战士，这是一个坏了吗？也是一张二卡，但这个怪兽怎么长得那么奇怪？看这两边都是身体，中间夹个头。二卡风马奥特曼，这名字挺酷炫啊。然后又是一个二卡 ，S 二卡又来了，这是一个银河奥特曼和维克特奥特曼，可以。二卡，哦哦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什么？这是一张很特别的，这是满天星卡吗 ？LG 二卡，这是一个虚拟的哥莫拉，这是一个怪兽。他这个攻击力很强，有14万。阿卡，那一共就有3张、4张特别的卡啊！阿卡，阿卡，阿卡 ，S 阿卡，超级黑暗王。虽然是 S 阿卡，但是他很酷。这个我们把它放一边。还有一个阿卡，阿卡，阿卡，阿卡也就罢了，全都是怪兽。阿卡，阿卡，这个是个鱼吧？哥斯拉王，这是一个鱼。阿卡普通的奥特曼加了一，那最后一张 S 阿卡是个三头怪，没了没了没了，满天星满天星呢满天星呢，这是满天星吗？有懂的小伙伴吗？可以告诉我一下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了哪些特别的卡。首先是一张怪兽的满天星卡，这是一张 LG 阿卡，然后是一个怪兽的，这是虚拟哥莫拉的怪兽，这张卡就酷了。然后这张 SS 阿卡是怪兽跟奥特曼打架的这么一张卡，然后就普通的 S 二卡，两张 S 二卡，然后 U 二卡有一张盖亚奥特曼，还有一张 S 二卡，这是两个奥特曼的合影，一共也就这么多。其中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这个 LG 二卡，它这个虚拟哥莫拉还是挺酷的。那另外一张呢，就是这个 SS 二卡，这也普通的。这就是9.9元能开出来的所有卡片，大家觉得值吗？哎呀，我觉得。没有开到我喜欢的奥特曼，这是比较伤心的一点啊。那 OK， 那本次视频就到这，喜欢的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哦，拜拜。